耳工，我们这儿最大的耳工。行了，忙去吧。吃个饭还打包，我说你丢不丢人了？我刚刚看你在桌上舔吃的，就钱是赚的，不是省的。他用车接了你三天，抵得过我们三年的感情吗？我相信我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你现实点好不好？这个社会想赚大钱的人很多，随便喝两口毒鸡汤就能成功，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穷人了。